家化一个秋冬妆是一个小丑罪的。首先呢就会上面那个唇形呢就会起角，而下唇呢都会慢慢收返尖的，配合返呢个鼻的中间向落攞返个定点位。如果假设有个边位多了出来呢，咁我哋可以用遮瑕膏沿边去收减返，唇筆就做了一个大概的形状。咁而家呢用唇膏做一个后期的上色。令到呢个唇妆咧比较 matte 通啲咧，喺后期最尾咧，我哋会用一个眼影粉啦，喺唇膏面托翻上去，就会令到个颜色咧更加实、更加 matte 通噶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Angelina 洪子琪。我咧出街我最中意咧啲妆咧系好似vintage 啲咁样嘅 look 啦，即系只眼咧就深色啦，跟住咧只个嘴唇咧就搽啲好深嘅红色啦，同埋啲好鲜嘅红色啦，咁样especially 因为我自己个嘴唇系几厚啊，所以我中意即系鲜啲色啊，可以突出啲特别啲咁样咯。